你的狙没了，你的枪没了，我枪没了吧？都没没看到，缓一把，缓一把，缓一把。不，爸，我不能让你，让你的话就说明我看不起你，对吧？我赢了，哎呦爸，你这总赢爸爸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，有意思啊，有意思啊！哎呦喂呀，这吵什么吵什么呢？隔壁邻居都听见了。你也是，多大人了，跟儿子还争。还有你，跟你爸没大没小，大呼小叫的。行了，洗手吃饭。哎，等，儿子，快，有事啊，等啊。干嘛呀？哎呀，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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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知道你忘了，告诉你，这个蛋糕是儿子参加奥数比赛得的奖金买的，骄傲不？你俩一个比一个坏心，就知道逗我开心。妈，赶紧许个愿。许，给。好。祝我们阿山平平安安，我们一家幸福开心，永远在一起。好。去了，去了啊。帅啊，遗传呢。哎，来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我就带着你们娘俩，咱们重走青春路，怎么样？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心有灵犀吧。我之前来过这里，但没能进来。这个院子肯定装了很多你小时候的回忆吧。这儿之前经常摆着一个棋盘，我爸就喜欢跟我下棋，可惜他是个臭棋篓子，输了还不认。我妈总在厨房里看到我们吵架，就突然吼一嗓子，我们就都安静了。原本我以为我妈一直想让我替我爸主持公道，直到昨天护士给了我这个。高先生，这是医院就让我交给你的，是在你母亲衣服口袋里发现的。阿山，本来想写信给你，我试过，但这双手不听使唤，总也写不好字。我就拜托护工给我买了这个，打算录段音给你。这几天妈妈身体不错，人没过去那么糊涂了。这么多年，妈妈一直活在痛苦的深渊里，你爸爸清清白白一辈子，我接受不了他以那种不堪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就逼着你陪我去
给他讨个公道。我做了十年的噩梦。直到前几天，你带着女朋友过来看我，看着你开心的笑容，这场梦才算是真正醒了。我又找回到了家的感觉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你们要好好的。陪陪他就好。如果早点把他接回来，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可是你没有做错，你不能这么想。还有我呢，我还在你身边呢。我给你一个家，好吗？你得好好的，这样阿姨才能安心。就像我妈说的，真相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跟我。我们之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